Wondering if thousands of miles away, the sky's just as blue. It's as if I'm stuck in. And cut. Okay. 为什么你还有 GoPro？ 啊，你不是说只有他的画面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我现在就是在拍他。我幕后工作，我也是有在参与的。你看到没有？目前幕后一把抓，太美了。不是，林莎，我现在跟你讲哈，我们现在就是要还有一个镜头。不要这样啊，这么太长了。他常常挂在口边的，就是说，哦，他是从我节目里面出道，当然就后来就变成好朋友。有一次，我是想要去看一个舞台剧，所以我就很临时的打电话给他，结果他跟我讲说，他那个礼拜已经看了三场舞台剧了，他就有点犹豫，就是哈，还要再去看那舞台剧。后来是我强压的他，我一开始他有一点就是，哎，我感觉他兴致缺缺这样子，哎，一直到一个女孩出现。但我们看到这个女孩子，我们觉得哇，惊为天人，很漂亮。她每一个动作都非常吸引人，不只是外表靓丽而已，她的动作都是迷人的。我们两个马上就瞬间被迷住了。她用 Instagram 直接去密人家，她是去私讯人家的。她会认识到这个女孩子，也都是因为我，都是因为我。不然他现在没有女朋友，因为没有我，他没有节目曝光，他没有办法认识小燕姐，他没有办法认识到他的女朋友，他基本上他现在就一事无成。这样讲话，大家说，哎，怎么你讲话是有点刻薄吗？没有啊，我怎么会刻薄呢？现在有干妈的人是他，有人愿意帮他出唱片，有人愿意花钱栽培他，有人愿意跟他在一起。请问我有什么？我什么都没有。我一无所有，那我这样子念两句是怎样？不行吗？我就觉得很悲哀。他什么都有了，我什么都没有，真的有点可怜。情绪有点忍不住。我都泛泪光了。单调调调，哇塞！我有点难过哎。我听着都觉得大天不应该，他很不应该啊。然后我们做效果要捧他，观众骂我，然后成就他，他很可爱。就这样啊。你会开吗？你会开吗？我会啊。你会吗？我会啊。他是小帮手，可以吧？来，你会吗？我们一起开，我们好。为什么要一起开？在旁边看，可以吗？对，我这样这样这样一起来。好好好。是缺蛋糕对？是鱼发面，不是他发面。哇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哦，油够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三妹，来转来了，我要带你最好耍的七八本女生。哎，加油了，让你最好耍的七八。阿东姑。干嘛？奶油请都喊他好吃个糍粑，你有请都喊他好吃个糍粑，没空耶！你最好吃奶糍粑，奶糍粑又软又好吃。什么？好吃的太糍粑，好吃的太糍粑，你会吃掉太糍粑，不会吃掉生的糍粑。阿忠哥，干嘛？阿忠哥，这糍粑比你更好吃。奶糍粑没好吃。阿忠哥，这糍粑比你更好吃。
西门实在哦，一身开翅膀，无一身两样嘢露个翅膀，你实在。真的傻摸呀，真的伤透我的心了、啊。竟然喜欢吃胎起吧，喜欢吃小起吧，不是？你怎么会这样子？在演戏呀，钟哥。我跟你讲，真的，我不相信。你是开怒嘉宾，他第一个我是开怒嘉宾，第一次上的通告就是我的节目，到最后他搭档都是不是梁鹤群啊，就跟你啊。那这一期要检讨也不够力啊。我想这一期我不会给你好脸色，跟这一集就是马德福特料理。你不要走心，我真的，我们走一个新的给你。对，因为走个新的吗？你不是有说你想要吃马德法克料理之外，你还想要有一个美女陪你一起吃吗？有什么新的美女？真的，哎、来了、哦，我的眼光是很高的。那我们欢迎，欢迎香叶。好、哦。哇，也可以吧，阿东哥。新的哦，300块给你好不好？下一位。阿东哥他有话，有话要对我说吗？真情，有冇该发威对来讲？阿东哥，啊，我懂埋。你跟其他女生？女来生？你还起吧，女来生？在。哦，叫生来起吧，我们会试一下。嘎嘎嘎嘎嘎嘎。后生嘛。后生。你要说几爷嘛？买，不要。不要。你看，人家多有个性，找这个来宾就对啦。换一下，等一下，换一下哦。这个要超大力的闻哦，用力吸，用力吸，很香，这香，这个东西真的很香哎，真的。要这个要用力吸，它的香味会越来越。我闻不到，可不可以卡盖子直接打开？我这样闻，可以吗？可以。盖子打开，盖子打开，对，这样打开，味道比较小。对啊，真的吗？因为对，香香的味道是香水吧？还有香水味，对呀、啊，什么食物有香味？什么东西有香味？是香水哎、欸，可以直接拿出来放到冰柜里。可以，可以，那你们拿，给我拿出来啦。香很香，什么一直在你前面？换一边，换一边。你想吃吃看？这边可以吃看看吗？啊，来，吃吃看。他点到了。喂，对，这怎么感觉有点海盐的感觉？好、哦，等一下我要猜喽，太久了，1、2、3。哇！本地都没有讲，没有讲吗？我有舔啊！我吓到了。拆开眼罩，拆开眼罩。沙的话，这刚拆破啦！哇你嘞！啊！你不是说私材？我说很香吗？先生，你的尿管，好外绕赛啊，两个都过了，都过啦，香香的。哎，他跟我讲答案呢，那你现在舔一下就过。不是啦，因为我以为他还要放给我舔就过，他还要舔就过。不用啦，我就这样当那个氧气罩这样。不用的，不用了。他的袜子真的是香的。哎呦，我对马克料理没兴趣。哎，帮你把它舔一舔，帮我舔一下。我的快结束了，快帮我舔一下，舔一舔就舔一舔就可以结束。天哪！对对对。啊！我舔了，舔得很好。真的舔啊！我为了要过关啊！客家一哥还是客家泰哥？我要过关啊！我没办法。好委屈啊！我真的，我也是无赖啊！而且他每次舔都是同一个地方，都舔同一个地方。如果我们就直接嘴唇有轻触到一下，就不管长短，就算获胜，就算赢他们。大家都看到哦，要看到，对，要看到哦，要两机以上拍到，对，对，要看到哦。为什么这么理直气壮？真的啊，我们就想要吃，为了要吃法克料理，我们不计代价。上夜的脸僵掉 ，OK 吗？我们就拼一下了，小心不要断掉。不会不会。拍到吗？
有吧？有。好，我刚那段有白带。袋子可以剪给我，再玩一次。好。哇！这耶！应该不会是故意的吧？哦，完全没有。大家他快断了，快断了。对啊，奋不顾身，一直往后，一直往后。对对对对，其实有点春心荡漾。我为什么要做这种游戏？怎么会这样？那就恭喜你们可以吃。Yes， 他已经吃到他要的了。他也不用。吃完了吗？关键好了，没有。我跟你讲，现在我让你们再玩一次。如果你也碰到的话，我跟你讲，让你也吃。碰谁？就是，啊，算了。你两边都要玩了，那我跟林香再玩一次吗？我怎么都遇到这种前辈啊？来，我们节目全部原形毕露。我们碰到你就可以玩一次。不要，阿彩，我们已经吃过了。要不要？他别玩，他别玩。要不要吗？吃过了。你跟我玩，不要碰到就可以吃了。两个绯闻上身嘛，还是要需要点，好不好？还有马吉吗？来，起吧，来。好，好，他们来挑战了，钟哥跟林莎。为什么有口水的声音？哦，要不这样？有过关吧？有啊。很想要请问一下，玉林哥这次怎么会愿意担任我们的开动嘉宾？是这样啊。张维忠是我的好朋友。那张维忠呢，过去我们在节目常数落他一件事情，他呢花在自己身上很大方，堆砌一堆俗不可耐的名牌，可是请吃饭这件事情呢，我一直耿耿于怀。他要请客，前三天就这样讲了，到现场很豪气哦，来，通通我买单，2000块以内，有病是不是？八个人2000块以内。所以呢，今天既然他要邀我去他家吃饭，所以呢，菜单由我开，所以我希望呢，把过去他亏欠我的呢，一次呢就全部买回来。我是有名的皇帝嘴，不是我现在才皇帝嘴，我从小家境清寒的时候，我就是皇帝嘴。那所谓皇帝嘴是什么意思？古代的皇帝啊，一次一出动18盘。啊，他每个菜呢就吃一口两口，然后就赏赐一些银两，就拿出一个翠玉白菜，很棒很棒。那我爸爸呢，他告诉我们，再穷，但是呢不能去亏待自己的嘴巴。我的嘴非常厉害哦，那个我一吃，呸呸呸呸，放一天了，当我猪啊。才开播没多久，竟然就要为我要执行这么困难的任务，因为我认为这个世界上呢，除非我自己，没有人可以满足我挑剔的味蕾啦，所以我搞不懂说为什么你们要找我来当开动嘉宾就是了。因为玉林哥有收视率啊。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清楚。玉林哥有收视率。再讲一次看看。有收视率。什么什么什么？有收视率 ，OK， 这个我接受。好，我今天呢一定全力以赴 ，do my best。我今天要好好弄几个经典的料理。我跟你讲，还有弄几个你爱喝的红酒。我就是你的逆境菩萨了。对，我讲什么你不要在意。他愿意讲，他愿意讲我都为我。我愿意骂他，那表示心中有他。哦。有一天我连骂他都不骂，那就没救了。表示出自于爱，打巴掌。对呀。打巴掌。我们。这又是他的巧思了，是啊，这边是联谊外人，对，包括厕所，对，这扇门进去就是我的居家生活，我非常的私密，家庭男才可以进去的啦。女主人来了，哦，不，讲错了啦，小三来了，真的，小三来了。没有啦，我想看阿沙里耶啦，没啦，安那圆圆满满呐，你看很多风啊，人家约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些协议，到底可以吃吗？这个是补胶原蛋白的，好，我们就一起祝詹老师登上高峰，金宝山，来要咀嚼要咀嚼来要咀嚼，灿烂高啊，灿烂高啊，高高高高高高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好喝。
好的，赞不绝口，好喝啊，好喝，好喝，真的好喝，你看，你看看，啊！真的假的？呸！还好我没有什么喝。呸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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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好恶啊！怪不得我刚刚才觉得有什么工业酒精，原来是霉菌哦，老脚皮哦。哎，我们等一下喝他的洗脚水嘞。哎，一个这里香港脚说话严重。做一个正方给我羞辱他嘞！你不是正，你嫌什么嫌哎？你嫌什么嫌？整别人一辈子，叫别人一人吃大便？但我不会這樣。不是你不能整我们吧？哎、欸，你怎么这样？我一下越想越。我们集体去医院了。我的胃肠哎，前面有三种，真的去赶快去吃抗生素。你们看个影片就吓成这样子，那只是个效果而已。我做了吗？我给你喝这个吗？那只是整理而已。哇，那所以这道基本上大家都有哎、欸。啊，那大家都就是相信你。欸骗人的，骗人，骗人啊！真的啦，骗人，骗人比作弊还可耻。对呀，作弊不可耻，骗人才可耻。我要变骗子，又变作弊。先通缉犯，兄弟，卖面膜、拉保险的我都不认识，你没经过同意就带来。对，你今天把话讲清楚。哪一个你不需要？拉保险啊，人生都会出意外。对，哎，他这辈子没保险，现代人还有人没保险的？有保险。还有卖灵骨塔的，你敢说你不需要吗？事后你买了五个单位，对对不对？哪一个是不需要的？我说卖保险，对啊，灵骨塔，卖灵骨塔的，那个卖保险的自己也卖灵骨塔，对。这些人哦，起码都还用得到。他带来我家是什么？莫名其妙哦，对，来了，莫名其妙哦，来一个狐狸精哦。我为什么判断那个人是狐狸精？那个女的莫名其妙叮叮咚打开，玉林哥宝贝，嘿嘿，我来了。神经病，搞得我满身心，我老婆以为我约她的，真相大白，原来是她约的，对对对不对？我情何以堪？对，好，他刚刚讲什么通缉犯？哎，来他家的时候他还没犯案哦，他来他们家沾染不知道什么怪怪的磁场，三天后他犯案了。哎，他本来是哎清白人家，对对，也是小事情啊，不想出庭，哎，因为这样被通缉。这样，然后一千到晚讲人家通缉犯，好，人家还给他200万的 case 哎，你去看人家企业总部，人家是背200万，啊，你在背后讲的通缉犯，对呀、啊，你这些房卡还不是拿人家的钱买来的，你有高要求不嘞你？好了好了，直接举牌，我赢了。对，你别再讲了，你闭嘴。这个给大家传，别人要传。阿公，这个我改口。你这么饿，我怎么不知？我怎么会不知道？你是憋坏了。补身体。我留憋胡子哦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。经过不要再错过了，对不对，姐男？开动吧，漂亮姐姐。就要开动了。